2月28日晚 ，TFBOYS 组合通过微博晒三小只工作的照片，并称：“加油，男孩，加油！工作中辛苦的付出都会有超棒的收获，新的一年继续 Go Go Go！” 照片中，王俊凯、王源以及易烊千玺都在紧张的工作、补妆、背剧本等，认真的样子更加的帅气可爱。网友被三小只的敬业精神感动，纷纷围观并留言鼓励，称：“你们的付出，粉丝们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在2018年中一定会获得更多的回报，加油！”三个大男孩，加油男孩，为梦想奋斗的青春正能量偶像，三小只这么努力工作，肯定会有超棒的收获的。三小只虽然不在一起工作，但是组合还是会把天南海北的他们联系在一起。新的一年，让我们一起跟三小只 Go。要说 TFBOYS 组合三人这些年来的变化，那真的是非常的多，不管是个人还是组合都一直在进步，除了工作上的成功户外，三人各自状态都发生了变化，让人惊讶。王俊凯的变化就是越来越稳重了，王源也变得更加成熟了，易烊千玺也越来越强大了，三小只未来会更好。